瑞丽姐在2年前因为脚部受伤不方便外出，所以接触了油画，在油画的世界里面发现了她的新天地。贵人，人生舞台，半世纪生涯，所有给我掌声与给我嘘声的都是我的贵人。掌声是激励我继续扮演下去的动力，嘘声是提醒我转换戏路或加强演技的推手。